다녀도 되고 좋은 곳이 10月27日，网传视频显示，河南开封府景区又有人磕头喊冤。一名老年男子不断高喊包大人，被几名保安拖到一个角落。该男子戴着墨镜，疑似一名盲人。一名保安拿着两捆绳索。另一段视频显示，该男子被拖到垃圾桶旁边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随后，他又起身跪地，不断磕头，大喊包大人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许多网民留言，在共产党中有冤屈也不准吭声，没有包青天，只有贪官污吏，政府信誉已经到了叫包大人了，生活在天朝连跪的资格都没有。这是朝鲜军官在莫斯科，这是红商旅游网，老百姓跟他们合影，这是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和朝鲜的军人啊，在俄罗斯莫斯科。这是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和朝鲜的军人啊，在俄罗斯莫斯科。Корея с тобой говорю. Ага. Союзный терпеть его.这个视频呢，我是不想发的，因为那个我怕那个被别人发现这个地方。昨天一场台风过后啊，这边的沙滩上无数的象拔蚌啊。当然有人会说呢，是我放的，但是老铁们，你们看看这得花多少钱。哇！受台风谭美影响，10月28日凌晨开始，海南省再次遭遇狂风暴雨，多地被淹，交通瘫痪，航班停飞，三亚市遭到重创。目前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明朗。28日，狂风暴雨夹击三亚市，风速达6级以上，大浪不断冲击海岸，海边民众撤离。三亚市随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由于雨势猛烈，长达10小时，城区多地被淹，车道变河道，部分汽车在水中行驶，中途抛锚，阻塞交通，街道上车辆大排长龙，还有大量电瓶车泡在水中，有轨电车暂时停运，民众在水中艰难跋涉。当天中小学、幼儿园宣布停课，部分景区暂停营业，有大批游客被困机场，早上的飞机拖延到晚上才起飞。三亚市吉阳区过去12小时累计雨量已达211.6毫米。海南万宁、陵水、屯昌、保亭等7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降水超过100毫米，河流水位暴涨，大片农田被淹，损失惨重。对啊，他们车和王
他们车全都进去了。这是三亚玉新路火车站动车站这个桥下，水深大概2米到3米这样吧。三亚市今天船网都在晒水，我也跟人家出来晒一下。这个地方就是三亚市乐天省的大桥这一边，你看。这三亚这两天要来的先别来了，这台风老吓人了，狂风暴雨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今天早上9点多的飞机硬是延误到中午12点，哎，又不能飞，又到晚上7点20还不行，现在已经推到9点了，已经等了12个小时了，就在这机场这往这一坐，在这吃的饭呢都快比机票贵了。在前面过这一段路就好了，就这路口最堵了。你瞅这门口这几台车全扔这儿了，天哪！你拍拍这两个车，全扔这儿了。哇，那个水都进到公交车这里哦，这个车又失火了，哎，这个车走不了了。这个地方一定要避开的。漂亮，那个电动车擦点，电动车被吹走了。我的妈，这是山上的水吗？对，肯定是山上的水。你看。哦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
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